你找我呀？来，咱俩坐啊。是这样子的，最近我接了一个公共绿化工程，准备想拿个标准给你。可以啊。你看看这个嘛。啊，好。经理啊，这按照咱们这个预算呢，这我连买树枝都不够啊。不够，你可以把那个间距拉长一点嘛。哦，这拉长一点的话，你也知道，到时候验收是也通不过呀。我验收。哦，那经理，这按照咱们这个公路的长度，这有的赚嘞。喝茶，喝茶啊！哎，经理，你这杯子不错呀，这和我家的一样哎。你也懂这个？这个是我专门从景德淘过来的，花了大价钱。昨天老王充20万，想收藏这一套。经理，你不会被人家骗了吧？这我上次去福建游玩的时候，哎，这看着便宜，我就带了两套回来。这你喜欢的话，我下次送一套给你。啊，不要，你家的跟我的不一样。一样啊？那咱们言归正传，这什么时候签合同啊？啊，你回去等消息啊！你回去仔仔细细看你家的跟我的，是不是一样的？这一样的，经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我回去等消息了哈。那我走了哈。